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放在全球访问量最高的搜索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来？在这个视频，我们教大家怎样用零成本达至这个目标。首先，我们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。所谓海量输出，每分钟上传72个小时时间，我们有三天将原本有千九二张的时间。Google 搜索有250万，永远增得70万，网站增得570万，有边服务器发出统一功能。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，我们怎样可以借助 Google 和 YouTube 这两大搜寻平台，让我们的产品带来希望，让我们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。我们了解一下 YouTube 全球排名第三，在美国排名第三，在美国带来的流量是 20%， 每一分钟是25万，在其他相关的国家都是排名第三。我们在这里测试一些关键词给大家，是我们做的自然排位的时候，在这里大家可以随意找一些关键词去测试。我们今天试这个关键 iPhone 5 Mobile Market iPhone 5这个品牌是国际知名品牌，我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是我们为客户做的自然排位，是2月开始做，来到现在5月它依然很牢固，这点就是首页。我们看一看这个数据，是1亿1千万的数据，我们全球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我们再回到 video 里面，首页给我们看，第二页都是给我们看，第三页都是给我们看，第四页都是给我们看，第五页的情况都是一样。我们今天讲的是自然排位，是零成本的自然排位。我们在接下来的5月20日，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有零成本做全球市场推广重新出发，时间是下午3:15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，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表报名参加，把握最后机会。如果大家要进一步了解资讯，大家不妨和我们联系一下。我们是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从零成本做全球首页排名的公司。多谢大家。